小妹妹，没事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钱，我那个这些东西我都还没有卖得出去呢。啊，这样子，那没事没事。等一下，大哥。啊？我想你是外地的吗？啊，对对对。 啊，这样子的，我昨天把钱包弄丢了，然后我现在想在这里买张票回去，但是告诉我这里需要现金，我身在又没有现金，所以我问你方不方便帮我买张车票。那个大哥，我没有什么钱，我只有这个10块钱，我也不知道够不够，你都拿去吧，你看一下就是，你够不够的话，我也想想办法。啊，那。 自己买票回去吧。啊，那太感谢你了，太感谢你，够了够了，真的，挺感谢你的。那没事的话，我去买票了。那个，啊，我那个听你的那个声音，看你这个样子，感觉你很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，我们之前有见过吗？啊，你应该是认错了，我第一次到这地方来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你认错了。那我去买车票了啊。哎，妹妹。 是这样的，我朋友来这边找我了，然后我看到你在这里摆摊，我又过来了，来把刚刚借你的钱还给你。啊，不用了，也就10几块钱，哎，不用了，太麻烦了。哎，不行的，我借的是肯定要还的，有借有还，债借不难嘛。来，拿着，这太感激你了。谢谢。哎，你这都是什么呀？这些都是我自己在山上找的，还有一些是我自家种的一些山货。 啊，那这个摆设的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个摆设是那个哥哥，这个是我们村的那些大爷在家里面挖的，他们那个腿脚不好，我就给他们修上来的，我来卖。哎，我还头一次看见摆摊卖品质这么好的山货，那你这些都怎么卖呀？哦，这是拉水锅啊，啊，锅啊，哦，不是，不是香菇，香菇皮吧？啊，干的，你买。 我给他们买了，啊，我已经买了。我买了。卖了。啊。那这个怎么卖的呀？这个菌子？这个洋葱菌的话，这个没多少，也就差不多几十块钱吧，100来块钱。啊，这么便宜啊？哦，加起来就是200块钱。那这些我全部要了。啊，全部都要了呀。对啊。看你吃不完呀。啊。
没关系，这个平时啊送礼都用得到。那你这样，你全部给我打包好不好？你看一下多少钱？200块是吧？200，那我给你好几个。那行，你看一下这里够不够？200就够了，真的，这200块钱其他就等于我报答你的。你上次借我钱买车票。这200块钱就可以了。嗯，那好吧，这样子，你可以帮我把这个放到我朋友的车子上吗？可以啊，那行，你帮我要放车里吧。好，谢谢你了，哥。那我给你背过去吧。好。我这些东西我卖一天我都卖不完。你怎么这样说呢，妹妹，你这些东西品质都那么好，肯定有很多人抢着来买的，而且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呀、你都不认识我还借钱给我买车票，世界上像你这么样善良淳朴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。没事没事，那都是小事情，大哥，出门在外嘛，肯定有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困难的，再说我帮助你也帮我自己嘛。了不起，真的。哎，大哥，你那个车停哪了呀？啊，车就停在前面马路边上了。哦，行。哎，你重不重啊？哦，不重，我就还好。要不我帮你背一下吧？不用了，我自己背就行了，我那个都习惯了，我都。啊，好，那你卖完了是准备回家吗？你家在哪里呀、我住在那边，那个山上。啊，那你走路要走多久啊？走路过去的话，我就2个多小时吧。啊，这么远啊？你看这样子。我待会也要去那个山上，然后去办点事儿，要不你搭我顺风车一起上去好吧？啊，这不太好吧？我就这么脏，别回头把你朋友的那个车给你弄脏了。啊，没事，我朋友那车也挺脏的，没关系，这样的话你也可以早点回到家嘛，是吧？那你是真的不顺路吗？哎，真的。哦，行，那谢谢你了啊。啊，走吧。啊，怎么了？就是前几天我外公他不是生病住院的嘛，然后我家里面那些鸡鸭鹅啊，都是邻居的大叔在帮我照顾。然后我今天好不容易办了些山货，挣了些钱，我想去给他们买些东西，感谢一下他们。这样，那你赶紧去吧，我在这边等你。哦，那谢谢你啊，大哥。啊，没事，你赶紧去吧。送我回来啊，到家了。妹妹，你今天就卖了300块钱，你又买了这么多东西，你到时不又没钱了？那个钱嘛，没有了再挣嘛，对不对？再说这些都是买给我的邻居的那些爷爷奶奶他们的，要不是他们就是在我外公生病的时候帮我照顾我家的鸡鸭鹅这些，我都没有办法安心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好样的，妹妹，我为你的淳朴跟善良点赞。来，这样你都到家了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好吧？进去我家里面坐一下嘛。啊，不用那么麻烦了，我还有事儿。不是哥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家那个房子太破了呀？没有，妹妹，真的没有，你误会了。啊，都来了，进去坐一下吧，哥，走吧，进去坐一下吧。来，好吧，走吧。走，喝口水再走吧。好。哎，哥，我到家了。好。你坐啊。行。来，屋里坐。啊，爷爷在家呢。你坐一下，我去给你做饭吃啊。啊，我可不早了。啊，不用了，太麻烦了，我还有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啊，大哥。啊。那你等我一下。这个是我自己在山上找的一些山货，不值什么钱的，你拿回去煲汤吃。这不行，我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么多。哎呀，这个。没事，你今天都送我回来了，这么远的路。那行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哦，谢谢你啊，今天多感谢你了。那妹妹，现在也不早了，天也快黑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还有一件事就是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哦，我叫那个甜甜。啊，叫甜甜是吧？对，那哥你叫啥？啊，你叫我叫环姐，你叫我杰哥吧。行，那杰哥，那你慢点走啊，你那个开车。
车最安全。那行，好了，甜甜我记住你了啊。那天黑了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嗯，好，常过来玩哦。好，甜甜，我们一起加油啊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